哎呦，我的，这里是 Sala Bob 沙拉包。了解我的观众肯定都知道，我不是一个 sneaker head， 我买鞋的欲望要远远低于我买衣服的欲望。而且你们可以看到，为了追求百搭，我的鞋子无非就是黑、白、灰三个颜色。但是你说这大夏天的，老是穿得这么死气沉沉的也不是。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三双夏日小清新颜色的球鞋。第一双就是这双小麦色的 Converse Renew。这次的 Renew 系列一共推出了三款 70S， 分别是牛油果高帮、蓝色低帮以及这一双小麦色低帮。不知道这三个配色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但是我可以基本判断，肯定是牛油果这双最火，因为这双一出来就马上被抢光了。然后另外一双蓝色低帮的，因为它长得很像 Neighborhood 联名那一双，所以也是第一时间被抢光。但是我却第一眼就相中了这双小麦色，而它就根本不用抢，过了半个小时还基本码全。大家要买鞋千万不要跟我是倒闭款专家。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一双小麦色的 Renew。 这是一双 1970S 的低帮鞋款，鞋面采用了小麦色。有人说这个颜色很像 Carhartt 联名的那一双，但是在我看来完全是两种风格。 Carhartt 那一双的棕色会更深，然后也会显得更加工装，更加硬气一点。而这双的小麦色颜色更浅，风格会更加清新一些。与一般鞋款不同，它的鞋舌是采用了米白色的配色，并且在鞋舌上用刺绣写着 Life's too short to waste 的一个英文字样，翻译过来意思就是生命太短暂，不能浪费。在左脚的鞋舌里面写着关于这一次 Renew 系列的一个介绍，也就是它的一个鞋面材质来源。这双鞋的鞋面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帆布，而是采用回收的塑料瓶制成的纤维编织而成，来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但是仔细看的话，鞋面的纹路跟传统的帆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不过两者的手感摸着我个人觉得是差不多。而且这双鞋的鞋带孔也没有采用传统的金属环，用的是这样一个白色的刺绣。和大部分的匡威联名鞋款一样，这双鞋采用了纯白的中底，把黑色的边线给去掉了，整一个中底干起来会更有整体感，更有立体感。但是和我之前这双 CDG 的联名相比，可以看到它的鞋头是要更大更远一点，我个人觉得这个 CDG 这一款的鞋头会更加好看。鞋后跟的三星标的下面是加了这一个 Renew 的字样，但值得注意的是，普通款的 70S 后标的三星标是印刷上去的，而这一双它是有一个立体的浮雕效果，和这双 CDG 的一样，它也是一个浮雕效果。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浮雕效果的质感会更加好。鞋底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些花色斑点，就好像这双鞋子被穿脏了一样。事实上我并没有穿过它，匡威官方也没有对这一概念做出解释，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他们想表达一种回收再制的这样一个概念吧，应该是吧。在搭配方面，我个人觉得这双鞋子的上脚效果是要比拿在手里更好看的，而且相较这双亮黄色的 70S， 它的一个小麦色在日常搭配中会更加百搭一点。最重要的是这双鞋子的价格跟普通款的 70S 是一样的，都是539块，我个人觉得超值。最后在鞋码方面友情提示一下大家，虽然匡威被耐克收购了，但它的鞋码跟耐克不一样，它比耐克是要大半码的，所以大家买鞋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看内长，不要光看那个42码或者 US9。第二双就是这双，我相信看到鞋盒你们都明白这是一双 Vans Vault，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就是这双橙红相间的 Vans OG Era LX。 这双鞋名字里面的 OG 代表它是一双 Vans Vault 系列，而 Vault 就是 Vans 的高端支线。大部分的 Vans 联名鞋款，比如说跟 Double Tap 还有 CDG 的联名，都是采用了 Vault 的鞋型，而它这个鞋子名字里面最后的 LX 就是代表 Luxury 奢华，所以作为一双 Vault， 它的一个设计、做工、用料都会比普通款的 Vans 要更加用心。但是说是说是高端支线了，它其实价格也并没有比普通款的 Vans 要贵很多。这双 Era 的售价是550块，只比普通款的 Era 要贵了100多块。而且我甚至在淘宝上找到500块就能买到这双鞋的店，我真的。
我手里的这一款是今年新推的 Volt Era 系列，一共是推出了四款配色。其实我本来是要买这双黑紫色的，但是付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手一抖就选了这个颜色。本来是想把这双退掉换一双，但是到手之后发现这双鞋子其实也蛮好看的，跟我身上的衣服很搭。这双 Era 的鞋面是采用了大红色跟橘黄色相间的一个颜色，都是帆布材质，手感摸上去超舒服，很有质感的一个帆布面料。在鞋垫处，这双鞋也是加了 Volt 专属的这个半块皮质鞋垫，并且在 logo 下面标注了 Originals， 也就是 OG。 但是这双鞋的脚感跟普通款我只能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就都很普通。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在意脚感的话，我更推荐你去买 Vans 的 Comfy Cush 系列，脚感会更加舒服。同样的，和鞋垫一样，在鞋后跟的后标位置也标注了 Originals， 而这也是区别 Volt 跟普通款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同样作为高端支线， Volt 也是去掉了黑色边线，采用的是纯白的这样一个大底。但是其实现在有些普通款的 Vans 也是去掉黑色边线的，我个人还是觉得没有黑色的边线会让这个鞋子看起来更加有高级感一些，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这双鞋子的颜色比较亮，所以在搭配方面的话，我给大家两个小建议。第一，你可以拿同色系的一个衣服跟它做一个呼应。第二，你也可以搭配一些暗色系的衣服，然后用这双鞋子做一个亮点点缀。尺码方面，由于 Era 的这边这个开口比较大，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买小半码，相同的 Authentic 以及 Slip Punk 都是这个道理。另外，刚开始穿的话，建议大家穿高筒或者中筒的袜子，因为这个鞋后跟还是有点会磨脚，还有这个鞋舌里面这一块是向里凹的，一定要把它捋平了再穿，不然真的超级磨脚。第三双鞋子同样来自 Vans， 就是这双天蓝色的 Era TC。 TC 就是 Toe Cap， 也就是比普通款 Era 要多的这一块鞋头的白色橡胶。多了这一块白色橡胶，我个人觉得是丑帅丑帅的。丑是因为它有时候看上去很像那个劳保鞋，你有没有觉得？但有时候它又看上去又是蛮帅蛮清新一双鞋，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好看扣一，不好看扣二。除了鞋头之外，这双 TC 与普通的 Era 并没有太大差异，普通的鞋垫，普通的鞋底，普通的这个面料，普通的后标。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的颜色，这个天蓝色是非常非常夏日的一个颜色，哇，好像跟我这个背景墙的颜色很像。而这个 TC 系列也是专门冲着夏天来的，除了这双天蓝色，他们还推出了亮黄色以及墨绿色的一个配色，都是非常夏日小清新。在这双鞋的搭配方面，因为这个颜色真的很嫩，我觉得大家可以尽量穿的幼稚一些，抛开那些什么一身不超过三个颜色的死规则，穿的花花绿绿的来搭配它，来营造夏日的轻松和活泼感。价格方面的话，这双鞋的售价是465块，在淘宝上基本420就能买到了，也不贵。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三双夏日鞋款，小麦色、大红色、橘红色、天蓝色，都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小清新颜色，让我们一起摆脱黑白灰吧。也非常欢迎大家在 B 站动态以及微博里面晒出你的夏日清新穿搭，或者说夏日清新鞋款，并且 at 我，我会从里面挑一位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观众送你点不值钱的小礼物。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三连一波，感谢大家。我是沙拉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就比个手势就好了，比个帅一点的呀！这是什么啊？商业。